聊新闻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巴格贝勒的 Guno。 今天呢，我要来介绍好吃的日本美食，就在日本名古屋。我跟公司的艺人一起来到一间圣代店，这家店叫做这个，看起来很好吃，而且服务态度很好，一直跟我们介绍东西。这个花的意思吗？是有感谢的意思。现在就来吃吃看这个味道怎么样吧。我也是第一次吃圣代，我还没有吃过圣代，所以其实我不太知道怎么吃。哦，那个 ice 酱那一种感觉，上面的酸甜度刚刚好，味道很刚好，不会太甜，不会太酸，哇，好好吃哦！今天这一家真的好吃，可以推的哦，而且服务态度很好，它很多层，大推。就是我很有吃的口味，也很漂亮的哦。阿里嘎多。哦，我又回来了，为什么呢？我还有点 sad， 是可乐，没有颜色的可乐。可是它一点看起来都不像可乐，我们来试试看看吧。中药味吗？这是可乐，可是它是透明的，然后有一点中药的味道，好喝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吧。恭上下我们巴格贝勒的第2张 single。没错，我们的 Heartbreaker 已经在各大平台上 KKBOX、Apple Music、Spotify， 然后呢，我们的 Music Video MV 也已经在 YouTube 上发布了，大家都看了吗？还没看的赶快去看哦，支持巴格贝勒支持哦，拜拜。Yeah, 動き出してく One Side Lover